我问一下，北京有炸酱面，山西有刀削面，武汉有热干面，你那里有什么面呢？我这里有男朋友一定要吃的黑椒牛柳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找闺蜜动手哦。记得要加少油，守住水分，抓拌均匀。料汁的配方我打在屏幕上哦。加入炒好的牛肉，铺上面条，淋上调好的酱汁，翻炒均匀。简单方便，还特别嫩滑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